开到前台，然后关好盖子，打开电源。我们一般都是点击第三个戴安全帽的这个按钮进入工作界面。首先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要求设置撒布量，撒布量点下这个数字0.5，确认。暂时不设定撒布宽度，进入工作监控界面。监控界面有我们的车速，还有我们的离心泵的泵速，以及我们的电压输出。为什么这个时候是零呢？因为它是关闭的状态，电压输出是零的。我们这个界面上面有三个控制开启的方法，根据驾驶员的开车习惯以及世界上各国的，反正主要是驾驶员的习惯吧。你可以点击喷嘴从左开启，也可以点击喷嘴从中开启，也可以点击喷嘴从右开启。如果从左开启的话，我们要加减喷嘴，要这个时候体现在我们这个界面上边，你所减掉的已经变成灰色。等一下，当你工作状态打到喷洒的时候，这四个是不工作的。一样的，如果你喷嘴从右边开启的话，你所关闭的喷嘴就是从左边关闭。当你操作的时候，也要操作这个左加或者左减。那设置完成之后，我们这时候要挂取离器。挂取离器，我们是1.2帕以上。打开 PTO。90，看一下。好。工作结束，我们把工作状态打到停止，取离器不要关闭，还要打开状态。我驾驶员到后台3秒，关闭出油阀。操控台指到后台，首先要回油工作，先开控制阀门，再开离心泵。离心泵转稳当之后，开空气阀10秒钟。关闭控制阀门。关闭控制阀门。打开自动清洗。开空气阀。你要到
好，哎，我在这。把这个开30度，开到30度上面，然后这个要打到后台来哈，然后开离情吧。你要不要用水？这个阀门呢，沥青不会回罐子，打开我们要往外出的这个通道。打到后台，先开沥青泵。打到后台，然后开沥青泵，阀门隔着10便底转了一下，但是不打开不走。加油，也是右眼观察。